龙泉池的两个锅炉全部烧起来，能够招待多少鱼客啊？100多号吧。嗯。杨柳青，杨柳青早就该死。 你却替他求情遮掩，这下好了，松井司令全部计划都被打乱了，你有几个脑袋顶着？我有10000个脑袋，我也顶不住啊。不过坂田先生，咱这没有了玉荷汤，这不还有龙泉池呢吗？放屁！松井司令。 点名要的是玉荷汤的温泉浴。其实啊，你可以告诉松井司令，那这龙泉池也不错。那当年是乾隆爷洗过药浴的地方，全中国就这一家，要不然皇上还能来这儿洗吗？可是药浴配方，不是被韩琦给毁了吗？那个简单了，那松鹤堂的那个韩掌柜那儿一定还有。来来。 见面了你们啊，灭了你们！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又把这件衣服找出来了？我收拾柜子，发现被老鼠啃了个洞，我先拿出来缝缝。哎，玉荷汤那一把火，听说是杨柳青放的。临死也算他干了件人事。 玉荷汤被打火烧尽了，总算给古城的人解了口气啊！他怎么不把坂田一块给烧死？谁说不是呢？玉荷汤着火的头一天，我在路上遇到佳纪，他见了我一头钻进了玉荷汤。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佳纪啊，他迟早都会遭报应的，只是可怜了孩子，跟着他一块受罪。现在每天上学放学。 要不是我去接红运，他早在暗地里被人给打死了。学堂里的孩子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。哎，佳纪他就作孽吧。等着瞧吧。我不会让蕊兰、边大叔、崔野还有我爹他们白死。对了，我得去学堂接红运了。往后可不许给孩子拉这个脸啊！孩子有啥错啊？ 这离放学的时辰还早啊！红运说了，没等他下课就得让我去学堂门口等他。为什么？孩子被打怕了，胆小了。佳纪竟然丧尽天良当汉奸！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还记得当初佳纪3岁时候你抱着他说的话吗？你说这孩子人小志大，将来一定有大出息。你看他现在这份出息，亏得咱灵芝没嫁给他。哎，谁想到他现在变成这样？爹娘，边家界领着日本兵朝他送过堂来了。他带日本人来干什么？
老掌柜的，我知道你是个明白人。只要你们交出药浴配方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，价钱由您定。有秘方是吧？嗯，有，就在我手里。可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。 怎么能交给你们小日本呢？老掌柜的，你知道我的忍耐度是有限的。你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吗？你这是在拒绝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！什么去？有人冲我来！ 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把您先生把您先生别往心里去啊！我韩大伯呀，就这个脾气。再说，我们边韩两家上百年的交情了，犯不着为这么点小事儿伤了和气。这样，咱们就是要秘方嘛。我知道在哪儿，我替您去拿。哎，别动！ 想用药用秘方孝敬这日本祖宗，门儿都没有！秀子，秀子，我跟你不一样。
姑，我饿了。一会儿爷爷奶奶给咱们做了年糕吃，走。是个粗心汉，你一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今天是咱俩成婚十周年的日子了，本想等今天晚上和你重入一回洞房，把我的女儿生给你。这么些年，心里一直没有忘记佳琪。从咱俩成婚起，没有圆过一次房，也没动过我一指头。我怎么这么傻呀？生了一个没有骨气的男人，让你空背了丈夫的虚名，我一辈子，我实在是对你有愧。可你却没有给我一个说对不起的机会。我就是你娘，快管你小四叔叫声爹。他不是我爹。儿子，从今天起小四叔就是你爹。他不是我爹，我有亲爹。你那个爹不是人。
他做的不是人事儿，不配给你当爹。你往后没有那个爹了。傻呀，你怎么能把自己给烧死呀？我小六子活着全都是为了你呀，你现在死了我还有什么活头啊？看见没有啊，看见没有，柳青，你看见没有，龙泉池要完蛋了，老边家要完蛋了，他们逼着你把自己烧死，我一把火把龙泉池给他烧了，龙泉池的人我一个活口都不留。哈哈哈，真的是你杀了他？真的是我杀了他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您这不都看见了吗？这到处都是煤油，我要是不杀他，他一把火把龙泉池给点了。现在这龙泉池也不是我们边家的产业，是你坂田先生的产业。当时我也没来得及多想，我只能这么干。这个杨柳青还真的有魅力。这跟杨柳青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侯爷，야마쿠치小三님自他开口来，아이치러와저인开口시开비오교카시로北平夫人的尊严哦，可可你阿七女的苦来，哎。从今天开始，十日之内不得离开龙泉池半步。我知道了。今天你偷偷拿来马斯塔啊。
好多夫妻干来描述了嘛，把他几个以外他们骂死，红灯女子带着短气的死，完了闹，小靠他去，把带我空了头心机骂死。あと何日、彼らは古城で会議に参加するため、当日、君と一緒に再び農村地のすべての施設を参加者にする。また、絶対、この際ももう一度飲酒をつけてくれ。どんな店でもよろしい。カカ、よろこかおとくいます。将軍たちは他国を長年の戦いでかなり疲れている。この機会に少し休ませ、特に女の癒し必要だ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すでに準備しております。必ず将軍たちに満足させます。どんな店でもよろしい。娘，你怎么天天搅这碗水啊？等你爹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药。是给谁喝的呀？给你那当狗的爹喝的。不给他喝。给他喝了他就好了，就不用给日本人当汉奸了。红月，出去玩会儿去。坐吧。喝口水吧。林芝，今天我来找你。喝了这碗水再说话吧。你在这碗水里下了毒，林芝，我今天来找你是希望你把毒喷洒给我。边家姐，你不得好死，你是想把毒药当宝贝拿去给日本人来谋害中国人吗？你趁早死了这条心，你气死了你亲爹，害死了我爹娘，害死了我的丈夫，害死了崔爷，还有所有武工队的汉子们，
我韩灵芝这辈子真是瞎了眼，怎么就把心搁在你的身上？灵芝，既然你这么恨我，那我现在就数三个数，你要不给我，我就喝了这杯水。一，药浴准备好了吗？将领们已经参加完酒会，正乘车往这边赶呢。板宁先生，您放心吧，全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客人们来享受了。等将领们泡进池子开始享受的时候，你给他们讲一讲当年你们乾隆皇帝来龙泉池洗浴的奇闻趣事，也算是给客人们添个雅兴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您慢走啊。跟将领们讲一讲，我给你翻译。嗨，各位大太君，下面呢，我就给各位介绍一下这龙泉池的来历。啊，话说呀，这个中国的乾隆皇帝微服私访，七下江南，经过古城，由于这个水土不服啊，浑身是奇痒难当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遇上了我们边家的祖先，这么一聊才知道，原来我们边家是开澡堂子，而且有专门这种治水土不服的药浴。于是乾隆爷呢，就跟着我的祖先来到了我们边家的澡堂子。洗完以后啊，身上也不痒了，啊，神清气爽，龙颜大悦。于是亲笔题匾。龙泉池，这就是。
我们这龙泉池的来历。文修西马西达，出来吧。龙泉池的来历。下面呢，我学了一首日本歌曲啊，想给各位纳台去哼哼，助助兴。过来嘛，笑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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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轰动古城乃至整个华北的事件，过去多少年之后，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。有人说，大爆炸之后，边家计并没有死，而是神奇般逃出了大玉堂，找到了八路军，投身到了抗日杀敌的疆场上。还有人说，边家计被抓到日本福冈的矿上做了劳工，抗战胜利后被释放回国，当所乘坐的轮船行驶到渤海湾时却意外失火，不幸遇难。许多年之后，人们发现已年近半百的灵芝做了古城龙泉池的女掌柜，以边家儿媳妇自居，
和边家骥的儿子边鸿运母子相称，相依为命。星星是我诉说的眼睛，泪滴露珠打湿了窗台，风一样的痛摇曳着书签，纷纷落地的声音是我涓涓流淌在人间。